今天是某日的公众假期，我们来到清宫玩一个内赛。 Leanne 就invite 我的 group 来一起玩一个 duathlon 的东西。我们就是跑踩跑，有一个短的距离和一个长的距离。现在呢7:30就已经都很 Q 热了，体感应该都过30度，一定因为穿了件衣服已经是不停地流汗了。我们就会7:30开始，应该在后面 chit-chat 的那些人。我呢就应该会参加长那个的，那就是跑 8K 跟着踩40K 跟着之后再跑多 4K。咁就係今日嘅 program 啦，短嗰啲咧就係 4K、20K 單車同埋 4K 啫。呢個咧就係個 name list 啦。簡單嘅，大家你都識就可以。細圈啊嘛，係嘛 ？OK。試下佢跑行車就跑跑係。咁呢一度最緊要上翻嚟嘅時候就小心巴士，因為呢度始終呢個巴士站。我借咗Swift 皇后。咩后啊 ？Swift 后啊 ，Swift 后。Swift 后咩噶？哦咩？你嗰个比赛嘅？咪你嗰个咯？咩啊？阿 Fish 啊？阿鱼？预备好未啊？开始喎！哇，你个人太高啊，要影唔晒。咩转 sprint？ 你玩完只 OD 先啊 ！3, 2, 1, go！喂，呢度啊，喂，呢度啊，开几多分啊？讲嘢啊嘛，呢次行紧就6分先。好啦，到 Leo 啦，辛唔辛苦啊？热唔热啊？冇人理我啊！而家咧就去揾 Cyrus 先，哎，见到啦，喺呢度咧，应该大概争1K 到啦。非常 thank you， Leanne 就 invite 我 group 玩呢個 duathlon 踩啊，唔係跑踩跑啊，咁成兩年咧都已經冇比個賽啦。咁啊，自己見到自己啲學生咧都一路咁樣發福上去啦，俾佢哋玩下啲小比賽咧，咁都對佢哋好嘅，因為你都唔知幾時先有得出國啦。加上咧，我自己有另外一個小 group 咧，佢哋係從未玩過3鐵或者2鐵。嘅比賽啊，到時比賽咧就可以俾到佢哋有個 concept 咧，點樣去 transition 啊，或者點樣去 pacing 咧，都係非常好嘅。到30號咧，我自己個 group 咧就應該或者可能咧會有一場嘅 OD 啊，睇下到時我啲學生咧會唔會想嚇、玩定係話太熱定係又成啦。好啦，咁條片呢就錄咗咁多先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